谁一起过来的？就跟我的姐姐还有我的妈妈我的家人一起过来的。为什么会选择第一天来我们东莞观音堂呢？因为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来祈福啊，这边的观音的话是很灵验的，而且我们也第一时间大年初一就选择来这里，之前也经常来这边祈福。以前有来过是吧？对，第几次过来了？应该是第六第七次了吧。那新年你有什么新年愿望吗？希望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心想事成。那对我们这个镜头说一遍对大家祝福吧。新的一年也祝全国的家人们身体健康，阖家欢乐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新年